1月22号在昆山大学，好，这是九大单位的一个联合的颁奖活动，非常的盛大。那由于我们心意很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增加到100多人参与。那候选在这边再宣导一下，就是说如果各读经班还有意愿要参加的，可以尽快再跟我们报名，因为一些因素，所以我们这2天还可以再抽空报名。好，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，让各读经班可以再去推广一下，让我们新一的，因为我们也是代表新一的这个单位，那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，新一的在推广读经这个部分是尽心尽力的哈，那所以目前是为120位参与我们这一个不包含工作人员，没有包含工作人员，其实我们会有大约200位去出席这一场活动，所以你如果有愿意哈，有意愿参加的，请你再跟领任或者是读经班的班主任再报名哈，谢谢。那现在目前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各组会发下去一张问卷，它是关于读经班的一些运作。或者是我们想要邀请各位浅显，可以给我们，不管你有没有在读经班都好，就是我们上午这么精彩的课程下来，包括讲师的分享，你对读经或者在亲子共读这个部分，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想法？那我们现在借着各位的一些思想、一些想法，给我们一些回馈问卷，那。有没有那个浅浅是没有笔的？可以举手，我可以提供给你。来，我们这边有一位浅浅没有笔，那请，是，我吗？我来，请各位浅浅可以帮我们给我们一些回馈你的想法，还是说，你觉得补习班要怎么运作，会对我们道场，对我们的道路中心是有帮助的？可能可能。那请各位花一点时间，然后可以帮我完成这份问卷。如果说有不懂的还是说你有疑问的，你可以举手，或许可以帮你解答一下。那现在就让各位来，这个时间就是大家的。我们还有5分。